我在生产疫苗的事是让全世界的非常佩服中国的速度那么快。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，在疫苗接种这项任务上向全世界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。感叹中国速度无人能及的同时，也让我们见证了中国疫苗生产供应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的优秀。在中国政府领导下，全民努力同心共同抗疫，彰显了政府的担当，也让中国速度再次震撼全世界。我们佩服中国速度那么快，为全世界的人民供应疫苗，也希望中国不放弃这个速度，不仅在疫苗的事儿，还有其他的事，我们都非常盼望，非常期待中国跟全世界共同合作抗疫疫情。